你呀，幸好没让左公子走正门。我去御殿那儿转了一圈，全都是烧焦的尸体。镇守山门和御殿的弟子都死了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我听人说，山主和九云大人和那条老龙搏斗了一整天，最后仗是打赢了，可谁也没再见过山主了。那九云大人呢？你可挺住了啊，这九云大人让那条老龙的黑剑给捅穿了，从背心直接捅过了命门，当场就死了。初来香雪山，谁不毛手毛脚的？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，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谈尊严，俗了。可是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得到你的心干嘛？大人，我要的就是你的人。水能载茶，亦能覆茶。茶叶需安分守己，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。样子伴你路几曲，但距离是小川啊，你可真淘气。从一相遇一开始提及的每个字，都是只守护你的样子。从今往后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着转瞬即逝。花一现，与即是留盛开的字。